在乐富房委会的办事处，一早就有不少人来拎申请表，全部在那边的了。有市民说，虽然今次部分单位有短桩问题，但价钱有吸引力。119万起的价格呢就比较合理一点，即是置业就比较容易一点，这样呢对我们的后生那些负担都比较好一点。那些很少问题而已，不会影响到楼宇结构嘛。有市民就觉得售价过高，但仍然会申请。都不算便宜的，老实说我有问题的嘛，有问题都要住都没办法。一句说话，住最大问题是香港。我希望香港政府重视香港人住的方面，真的的，希望特首尽量帮香港市民。今期货尾居屋一共有832个单位，当中825个位于天水围天颂苑，包括因为短桩问题而丢空了10几年的两栋居屋，涉及640个单位，面积介乎47至60.4平方米，售价由119万至210万。另外7个单位分别位于天水围天富苑、将军澳彩明苑、马鞍山锦丰苑等5个屋苑，最贵的单位是港岛南亚图阁，售价349万。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由下星期四去到4月10日递交申请表，经过抽签之后，中签的申请人可以到实地视察，如果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再拣过另一个单位，没有次数限制。香港电台记者王嘉琳报道。